大家好，我是 W， 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星际异攻队三，难道会是天团拯救银河的告别作吗？要来告诉大家植物领域的秘密，亚当术士又是哪位？不能错过线上热腾腾精彩预告分析。第一弹对上不只是高族，还有星爵兄妹联手再战天神族吗？哦，对了，我这边还有其他的预告分析说明，有兴趣的人可以从右上角的连结过去哦。We were gone for quite a while, bu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next.太赞了，星际攻队动作蛮快的，前面过没多久才带大家看过他们圣诞特别篇，小腾腾作为新第三集的前导预告就趁热推出咯，也是没有错，真的就如前面 W 所推测的，圣诞特别篇很多设定状况就跟第三集会有所连结，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一下，喜欢星际攻队的粉丝好朋友，第三集上映之前也记得要去追一下感动满满的圣诞特别篇哦。而预告一开始呢，就看到了很有星际攻队调调，包括了 Marvel Studios 的 logo 都变成了舞曲大帝国的录音带怀旧样式，然后换了另一架飞船，这一架是取名为包一号，星爵他们也换新制服了，类似漫画的这个造型，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乍看之下有七八分很像是地球，但又好像不是地球。 The galaxy still needs its guardians. Hello.We come in peace.前面已经先出现过在圣诞特别篇里面了，新的这艘包一号飞船取名来自歌手大卫包一，第一节歌单上面也有出现过大卫包一的这一首 Moonage Daydream。 不过圣诞特别篇其实并没有特别说明过程，很令人好奇的，自从雷神索尔爱与雷霆跟索尔分开之后，一直到圣诞特别篇，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一定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吧。因为之所以会跟索尔分开，是索尔有收到很多求救讯号，后来就分开进行救援，说跑去救西服，发生后面跟屠神者格尔的大战，所以应该会交代一下另一边星爵他们旅程，包括会有发生过什么，是变成很有钱吗，或是在怎么样状况之下，因此才会有包一号后来又买下植物领域之类的。也不知道贝纳塔号是不是还在。总之这边星爵他们是开着包一号来出任务，来到了这个地方，真的很像地球美式住宅，不过看到这边社区的民众长得很奇怪，各种动物的头拖一下却是类似人类身体四肢，是不是很像来到动物方程式动画那样的世界呢？Come on, Drax. Seriously, dude? No, dude, no, no! 剧情还是改不了天团很爱恶搞的特性，这一位是狐猴小妹妹吗？丢了一颗篮球给德克斯，没想到德克斯后来竟然用那颗球砸小妹妹的头，即使前面彼得就说了他们是 come in peace， 但德克斯这样的举动当然就还是会引起众怒咯。而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景象，推测应该是关联到了等等后面预告会看到的这一位第三集里面的反派角色之一，是由库克胡迪一无极所饰演的至高进化。这边先简单说一下，这样的状况很有可能至高进化以动物做实验创造出来的兽人动物人，然后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另一颗星球，很类似地球环境，至高进化把这些人放在这边。不过当然也不能排除这边还在地球上面，是在特别某处设立一个小镇来放置这些动物人的。Don't forget.好了，彼得他们算是有点活该，由德克斯乱丢篮球的结果引来这边人乱石齐飞，暂时还看不出来他们后来是如何处理这边的状况。而过来从之前流出来一些资讯的迹象看起来，加上这次预告来做佐证，确实第三集故事可能比前两集要更黑暗沉重些。大家应该知道的，虽然他们是一支很无厘头胡搞瞎搞的天团小队，但每个人背后都有让人很鼻酸，一些洋葱满满不为人知的惨痛过去，前面有看过了彼得跟他老爸葛摩拉跟沙诺斯，所以这一集轮到谁了呢？这一段看起来八九不离十，火箭有不少篇幅。而这次的预告背景音乐是来自于 Space Hug 乐团的 In the Meantime， 呈现是曲风轻快，歌词是描述了摆脱世俗约束，大地是绿色的，天空是蓝色的，所表现的是终结掉内心世界孤独之后的一种美好。
cavern came from. We have been running our whole life.在星际工队第一集，大家都看过火箭的小档案，过去遭到非法基因试验导致的火箭变成现在这样，对别人乱叫他老鼠、啮齿哥之类，甚至叫他玩熊，都会让他很抓狂，想要偷别人家。很好奇的第三集会如何呈现火箭过去那一段，可以提供参考一下漫画原著里面。火箭是来自于一个叫 Half World 的星球，一群外星人创建，但后来变成由机器人 AI 管理，然后火箭在 Half World 遭到改造，也没有想到的是变得很厉害，乱搞破坏之后就逃离了。接着是看到了几个有趣的片段，看大小除了火箭不可能之外，几个人穿着彩色太空衣跳出船舱进到了外太空，而奇怪的是漂浮的粉红色条状物是什么东东呢，等等后面再一起来说明 W 推测。然后星际工队当然不能少葛摩拉啦，虽然不是原本跟彼得相爱的那一个，但 W 认为这一个也是很有机会再跟彼得在一起，还无法确定这个画面彼得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场景确定是在植物领域前面圣诞特别篇，大家才在这办了场盛大的 party。 Pete, I'm done running. 前面圣诞特别篇 W 还没有说得很清楚，但现在加上这之前的预告的佐证， W 越来越相信回到植物领域绝对是特意安排的。虽然还不确定为什么是如何，彼得怎么会有钱跟收藏者手中买下植物领域，不过看起来很明显的第三集里面植物领域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除了星际工队以这边为基地，不排除过程中他们遭到其他敌人的攻击，更重要的几个奇怪片段组合起来， W 有个想法，一个天神在重新复活当中，会是凯文贝肯说复活节剑所隐含的意思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呢？前面粉红色条状物应该是大小肠、内脏之类，这一幕圈圈发光的亮点应该是眼球形成当中。植物领域这颗天神骷髅头残骸有没有很像原本植物领域入口那个眼眶的地方？然后再回来看到了，有很大可能自己本身也做过改造，这个是至高进化的背影。根据 W 的推测，第三集剧情重点可能会有几个层次，像是利用了至高进化这个角色出现，包括带出有像东方城市那样的地方，一群兽人是一种违反天性试图掌握物种进化的野心存在，有很大可能会连接到火箭的过去，至高进化可能就是造成火箭现在这样的那个人。那关联起来一开始很像地球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就是 Half World 呢？而这一幕有可能彼得冲撞一个实验室人员，从漂浮在 Half World 高空的实验室跳了下去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边背景建筑部分白色曲线不规则设计有点像是第二集彼得他老爸的太空船内部呢？然后这一些粉粉肉色系的结构越看越像是在外太空构成巨大骨络的总和。第二集彼得他们进到一个天神小星球内部，不管是谁在搞鬼，第三集看起来就像是有人进行一系列天神复活的程序，而且彼得他们可能还被困在其中的某个部位。还有一个沉重会让人很不舍的问题，第三集是不是真的有某个主要角色要领便当了呢？ One last time into the forever that beautiful sky。从这次预告看起来，确实不少镜头在都透露了可能会有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彼得很难过地大叫，场景会是一个急救现场吗？这一幕是手术刀还是什么在滴着血？还记得第一集修出火箭档案这幕就有一个小彩蛋，注意看当时上面就有标示了莉拉，这边画面看到了火箭跟莉拉，莉拉其实是火箭的女朋友，是一只水獭，不过还不确定这是过去闪回还是后来的重逢。不会言里面有很多火箭横残的画面，看起来有像是在暗示第三集火箭会继续掉，但归纳起来会这么明显拙劣吗？是否也有可能很惨的画面是火箭过去的闪回呢？而彼得他们会碰到很多衰事，再一次他们包一号也在这边做一击离田了。还有出现过在第二集一开始的异次元怪兽，有没有可能至高族放 Abelisk 出来攻击彼得他们呢？没有错，看起来至高族还没有放过星际工队哦。
大家可以再回去回顾一下第二集，原本星际工队是去帮忙解决掉 Abelisk， 不过这个恶搞天团后来跟至高族的良子结大了，第二集片尾修出了阿耶莎，创造出来亚当，而这边就出现了威尔波尔特饰演的亚当术士，不然跑来自由领域找星际工队麻烦，还跟涅布拉对上，这一幕是亚当在痛扁涅布拉。然后该做一个总结了，虽然这还只是一支前导预告，不过加上圣诞特别篇的一些线索，确实是给了大家很多想象，也还是要说一下，所介绍的不少是 W 脑补，准不准还是要再看看。而其中 W 的终极推测 ，W 是说搞不好里面天神古洛在重组的画面，是因为彼得跟螳螂女。圣诞特别篇透露了螳螂女应该也是异国的女儿，所以呢，彼得跟螳螂女都有一半天神族的 DNA， 意思是现在他们两个能力加起来，在植物领域，植物领域是头大脑所在，彼得的力量现在再加上螳螂女的精神控制能力，是否有很大可能无意间就触发了天神复活呢？或者即使这是天神并不是他们复活的，但剧情最后是不是有可能他们两个力量合起来变成可以控制天神，就像是操作无敌铁金刚那样。然后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大家惨痛过去加重起来，火箭彼得跟螳螂女甚至是亚当术士，是不是有一种像操纵基因的幕后黑手抗议意味呢？而到底谁会领便当，会是天团拯救银河告别作吗？格鲁特挂掉过一次又复活，所以不会是格鲁特吧？葛摩拉也挂掉了，这边是另外时空的葛摩拉，所以德克斯说了塞个笨蛋别人就好，哈，会是一种暗示吗？有人说也有可能是德克斯会狙击掉，不知道耶，或许不止一个，还会有更多人牺牲掉。 W 是希望不要让大家哭得太惨，也希望这不会是星际工队的最后一步啦。大概就先这样，还有什么意见看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星际异工队三八。Kill anyone who gets in our way. No, not kill anyone. Kill a few people. Kill no people. Kill one guy, one stupid guy who no one loves. Now you're just making it sad.以上就是我的介绍，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那就先这样咯，拜。